Over。好，现在是第五章节的部分，第七章节的部分。I shall walk into darkness and strike swiftly. No one will stop me in my hunt. Then I will kill your master. 鹰蛇，少云必须从河边渗透进入卫兵的大本营地。少云持续跟着并观察他的一举一动，让他离目标也越来越近了。我各种吃螺丝。哒哒！上面有什么的？新的手绘，拿着盾牌格挡来自前方的标准攻击和重攻击。哦，好像有点麻烦。用翻滚穿越的方式攻击他就对了。OK， 了解。哎呦，躲起来，赶快躲起来！他不会看到我吧 ？Holy shit！ 滚，注意，跟我们打！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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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分欸，重爬，一整个重爬。Yes， 好啦，这边不用讲教学，我知道了。过分。结果到头来，我还是要先归在这边啦、啊。等他过来，先拉一个下水啦。不急不急。就是你，拉了，就是考验玩家的耐性而已啊！金牌，这样也有金牌。哎呦，哎呦，差点被发现！哎呦，哎呦。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 是谁？有入侵者 ？What？ 对付你太轻松了。哦，是哦。哦，所以说刚不能在草丛里面走路了，被只要一走路就GG了。刚刚忘记了这一点。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 使用风铃飘。我为什么？是你 ？Fuck！ 是谁 ？Fuck！ 又被发现了。失望吗？此刻。到底？所以他说风铃飘应该是对付楼上那个吧？If I could distract him somehow， 这样也可以。该死的老鼠！开始的老鼠，你确定？这样就过了，真是莫名其妙。啦啦啦，换这边呢。随时保持警戒。啊！这里，在这里，这边。耐心等候十秒钟。这里要浪费很多风铃飘吗？不是吧？你最好快逃吧。他可以不要这么煞气。不对啊，我这样怎么办？真的只能利用风铃飘，
这样好浪费哦。嗯，大概是鸟吧。大概是鸟吧。嗯、大概是鸟。静悄悄，我左看右看。哎、欸，不对啊，这边是一定要过的哎、欸。来帮忙！啊，刚没有暗杀成功吗？我咋杀？去死吧！差一点，吓死了，吓死了！我们家少云不会自己回血。铜牌，好惨！信仰之药，这是樱花吗 ？Make sure no one disturbs the tranquility of this place。这就是我们的卫兵 boss。Wayland has his own personal escort of guards. I should eliminate them. Might make getting to him easier.欸、我可以直接接近他吗？哎呦，差一点点就爬上去了。找出卫兵。哇，这里不能过去是不是？哇哇，好吧。那我这边干嘛上来呢？拖我时间，真是的。哇，追人兄会看外面呢、欸。哇，哇塞，会被看见的样子。所以这边要使用风鸣飘喽。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Fuck！ 哇哇！啊，不对不对不对！入侵者，入侵者在外面啊，拜拜。这边，他看不到我吧？这群蠢蛋都过去了，拜拜。欸，我这样解法好像有点暴力耶、欸，暴力解法，这样不对吧？超级暴力解法。抓塞！抓塞！在这里，在哪里啦？在那里 ？No！No！ 这边！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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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我这一关的评价已经很低了，不管，我要暴力法！死定了！我要暴力法！过分！哎、欸，怎么还有个风铃啊？你有看到入侵者吗？没有，没有。我会一直睁开眼睛。哦，你。哎，你。他看不到我吧？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抓住他 ！Fuck！ 为什么你看得到我？哎、欸，好烦。在这里。在哪里啦？报上名来！啊，好烦哦、喔！耐心等五秒、十秒，不好意思，我要乖乖的用鞭炮把他们打晕，我受不了了。下次我们一定会杀了你！下次我们就会杀了你，是哦、喔。啊 ！Double Q，Double Q， 我不管了，我已经 Double Q 了，直接杀！直接啥过分，拖我台前，真的是各种拖我台前。引起警戒，他就不会过来看一下尸体吗？哎呦，差点没法看到哎、
哎呦，哎呦！华磊击杀，啊 ！PSK， 那边天花板可以走，原来。哎呦，好像快接近卫兵喽！银牌，根本就杀红眼了。滚！强制拉进来。我的跑去其他地方了吧？现在是谁啊？他还过来吗？哎呦，差一点！各玩一二三木头人嘞。下来下来，上面有那个 Helix。还有个德宝箱，第九卷。这边有一只小笨蛋，马上处理掉。他会开后门就对了。哎，居然闪掉了！用砍，硬砍，过分。我评价已经够低了，不差，真的不差。哎，计量条已经满了，那接下来是左上角有一个，貌似是有一个那个宝箱可以拿，可是我这边好像上不去哎。哦，好像可以。啊！是警报！哇！直接硬干，直接硬干。卫兵 has no personal escort now。哎，已经没有他的专属护卫兵了，是不是？清光了。哎，这里有路可以走。好了，宝箱拿完了，开心。信仰之药，哎呀，哇哇，这是要我使用 Helix 那个吗？跑喽，真的。很好用的那招，哎、欸，这样才银牌哦、喔？为什么我没有被看到呢？为什么是银牌 ？Remain ever vigilant. Neglect your duties at your peril. 谁要是敢失职，我。是走下面了。嗯哼，是说他的面数还蛮低的，老实讲。保持警戒，我们得保持戒备才行。我同意，我们不能让任何人通过。保持警戒。我们得保持戒备才行。我同意。哇！我们不能让任何人通。哇塞！这么大声都没听到。怎么回事？有
敌人！有敌人！你什么都没看到啊！你什么都没看到！你什么都没看到！你看错了。暴力破解法，为了拿道具不择手段。铜牌，好惨！各种拿道具啊，弹药已满，弹药已满，好惨哦。刺杀卫兵！哎呦！哎呦！问题是他们会过来吗？杀掉了！再來就是你啦，不自饿，哈哈，舒服。我看一下左边，好像有一个东西，然后有个道具可以拿。啊，哒，没事。我刚好像看到卫兵了，应该没看错吧？这是卫兵吗？这家伙是吗？反正是不是看起来又不太像，他死定了。哎、欸，是卫兵，杀掉了。第七章 over。Closer than you would care to imagine. He is here in Nyan. You think you're so smart that you could play us? We know about Wang Yangming.As you hunted me, Wang Yangming, Shan Yong hunts him. 他就不能讲中文吗？ Soon, you will truly be the last of your kind. 他的鬼影零零零二二五。